我们定一下顺序吧。好，我都行，我甚至可以第一个，我都无所谓。我自己还是想第二个啦。看你的，雨桐。我可以最后啊。那我第一吧。那就这样子了。我没准备好，但是，哎，没事没事。小吴挺好。Hello， 早啊。啊，早，小姐早。嗨，小姐早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上楼吧。真实。战术性喝水。这个时刻从不是要来。哇，就第一次面试啊！哎呀，不行，我有点。哇，哎，感觉都不一样了。哎，现在像一个正式的员工的样子啊。啊。哇。最后一次汇报，我一定要把自己真正想说的说出来，让董总看到我的成长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次就证明自己的机会。昨天就在想怎么样和他们两个差异化，因为最后一次汇报了嘛，我觉得还是要突出我自己的性格和特点，思维想法很不一样。董总来了，垫肩西装，气场女王。听到脚步声了。董总，您这边坐。紧张。董总早上好。董总早上好。好，开始吧。马丁是第一个。一下就严紧张了。好严肃啊、哦！天，轩怡现在有点紧张了。突然想到我那时候月末考核的时候。也是这种感觉是吧？